生肖蛇在阴水兔年，水克蛇火，2023运程如何？蛇是阳火，阴水克蛇火，是走正官事业运。兔属木，木生火，是贵人运，可化解工作压力。事业运最喜贵人提拔。蛇中有戊土和阴水合成火，工作生有情。蛇中有庚金和兔木合成金，因贵人发财。两个暗合代表人缘佳，可催动桃花，故也有爱情运。未婚女性可遇良缘。更多属蛇运程，请按订阅。